钱的，是因为有个盖儿；沙发豪华，是因为有个垫儿；鞭炮能响，是因为有个面儿。你问我为啥在同事同学当中那么有面儿啊？就因为我的老公是个王。什么话？演小品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的鹬蚌计。我老公就演蚌，那个蚌演的呀，真棒。啊？不知道啥是蚌啊？嘎了，学名河蚌。我老公啊，马上就进入半决赛了。再经过我呀，这么一翻炒啊，火的呀都烫手啊！哎呀，听见声没？嘎了回来了。咱家里没外人吧？绝对安全，就我自己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咋的了？让闪光灯晃了，还是让粉丝围追堵截了？拉倒吧，人家那粉丝有时间就追明星了，谁有空理咱一个小配角啊？咱现在大小不也是个腕儿吗？千万别在我面前提这腕儿。我听着恶心，我就演了个大嘎了，至于你这一天到晚宣传我吗？哎呦，这明星大腕不都是炒起来的吗？咱现在刚开始是演个嘎了，但演着演着就能成精，嘎了精呗。我跟你说，明天咱就交下一季度房费了，你放着好好的家不住，你租这个一月1500，我告诉你啊，咱家卡里就这5000块钱了，你看着办啊！我说你这一天 PS 的这都什么照片啊？干嘛呀？那我好不容易逛的。就这个呀？我和喜剧大师憨豆的合影是吧？你看，我们全剧组，人家憨豆老师来探班，30多个人呢，你 P 掉28个，就剩下我们俩和这些马赛克了是吗？这朦朦胧胧云里雾里干嘛呢？鹊桥相会啊。老公你别着急，咱有正经东西呀。 look 剧照。告诉我，这哪个是我？这都是啊。这是我演的壳，我在里边呢。知道的是我演了个嘎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卖海鲜的呢。明白了，我就这么演的，我就这么照的，看见没？我老公长得多帅，演的多棒。老公，你掰开点啊！掰不开了，我是卖海鲜的。哎，老公，不是你上哪儿去呀？上大连上货去。哎呀，老公啊！你站！别抬别色，少来这套。啥？我也不想要。哎呀呀！你不那谁家那个小弟尿谁吗？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找你姐。说木的呀？借钱。你觉得这事儿他能成吗？那我照亮照亮呗。成了告诉我啊。行啊。姐呀，姐在家吗？彬彬来了。就喜欢彬彬。姐，哎，彬彬你来了。哎呀。姐夫，还是彬彬呢？姐夫，哎呀！算你，老不来你姐夫家，你不来你姐夫家，你姐老叨咕你了。哎呀，姐夫，我，彬彬，来过来。姐，彬彬呐，那个最近你说，单位领导是吧？爸妈是吧？你明白是吧？明白，姐夫，你不说我都明白，都挺好的。哎呀，这见我姐夫一面真不容易，那恨不能买票。是，彬彬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。你早来一会儿啊，你姐夫不在；晚来一会儿啊，你姐夫就又走了。哎呀，姐夫，你一天都这么忙，你都忙啥呢？是，我忙啥呢？啊，组织婚礼。
这一天总是六份了，晚上还有两份二婚的。哎呀，姐夫，那一份多少钱呢？5000，还要给10000的，我怕扰乱市场价格，我都不要。哎呀，姐夫，你这哪是老公啊？你这就是一棵摇钱树，你这一摇，噼里啪啦掉一地呀、啊！哎呀，姐夫，我都听我姐说了，你最近和那些国际巨星拍戏呢，说。你姐知道。是啊，这不刚回来吗？哎呀，姐夫，那除了你这个大腕儿，还有哪个大腕儿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还有谁呀？都是一些一线的明星，什么2个字、3个字、4个字一串的，反正就是那些玩意儿呗。哎呀，姐夫，那啥时候能放啊？你姐说啥时候放，啥时候就放。不放啊、不刚拍完吗？这后期挺麻烦的，这不且憋着呢吗？那憋着干啥呀？憋着多难受啊，那得放啊。冰冰啊，我明天就放、你姐夫说那个明年就放，放就行。哎呀，姐夫，你这一屋大卡了照片咋的？搞成副业卖水产了？冰冰呢、你不知道，这是我。这是我俩入地股。这家伙前头让两口子挣去了。哎呀，姐夫。哎呀，媳妇。哎呀，彬彬啊，彬彬，你有啥事你赶紧说行吗？啊，对，姐呀，我下个月10号结�婚，那酒店定金差5000块钱，我就寻思吧，那好比说这就是那5000块钱，我挪用一下。喝水。姐夫，我说婚结的不是时候啊。彬彬呐，按理说5000块钱真不多，可是现在呀、全拿走。我就说嘛，我姐和我姐夫总来帮我。彬彬呐，你看你这钱也拿着了、要不你没啥事先回去啊。姐呀、行、我估计你姐夫一会儿啊得找我有事单聊。放行、这钱呢我收完礼份子马上还你啊。行，彬彬拿着。不用，不要了。那好吗？那有什么不好的？彬彬呐，从今儿起你逢年过节的去看看你姐夫啊。姐夫，我一定来看你啊，我到时候啊直接把这5000块钱给你俩烧回来啊。行，对，烧就行。那我走了啊。慢点啊，彬彬。姐夫啊，你真棒。对，你姐夫就是棒啊。老公，你叫啥呀？你多呢是吧？你咋知道的？不是，那咱借归借，咱不能不要啊，你得要啊。都不过了，要啥要？姐夫，姐夫，我爹又来了。你说说我这一天，姐夫你可别躲着我啊！我躲会儿啊。姐，你别说话，我指定能找着他。姐夫。姐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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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姐夫，你在那儿猫着干啥呀？嘎了吗？就得躲旮旯的。来，姐夫，你坐。来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我要拍戏。那是得拍呀！啊，往扁了拍。行了行了，你那样的，你拍啥戏呀？不是姐。我跟圆圆的事儿都成了，那成了和拍戏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回事儿，我姐夫现在是个腕儿了。我跟我老丈人是这么说的：我姐夫现在是个腕儿，我跟我姐夫出去拍戏，我也能成个腕儿。我老丈人立马就同意了，所以说这戏我必须拍。那是得拍。你拍什么拍呀？你会演啥呀？你演那个泰山那猴子？怎么说话呢？他有一个这么有能耐的姐姐，还有这么有腕儿的姐夫。你说你把我都给捧熟了，你捧他不得往串烟里捧啊？不行，不行，行。姐，我问你，刚才彬彬是不是上咱家借钱来了？姐夫借没借？那哪是借，林姐给的。你看看，外人你都这么帮，咱自己家里人，我等着。你弟说的对，外人你都帮了，自己亲弟不帮吗？你是人亲姐吗？姐，那不是吗？你傻呀？是不是你不知道啊？咱家我最后来的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是你啊，你傻。
外，李老师啊，啊，那，啊，往年不都这样吗？没事儿，我没情绪，啊，咱有机会再合作啊。姐夫这气势棒啊，这回棒不了了。打电话啥事儿啊？这戏演不成了啊！人家演渔翁那个和演水鸟那个，找了个比我棒的棒演棒，我这棒让人撬开了。咋能这样啊？咋不能这样呢？你不明白吗？人家哥仨好兄弟，手眼通天。当时说有一个人来不了，没时间。现在眼看进决赛了，人家又有时间了，你懂吗？每次都这样。你属裁缝的呀，你就真的愿意给别人做嫁衣吗？你就不能努努力上上进，争取演个主角，让别人换不了你吗？你就是演棒的命。等会儿，姐跟姐夫，你俩刚才说那棒了棒了，那棒是啥呀？啥是棒啊？嘎了嘎了。整了半天，我姐夫他就演一嘎了，现在连弦子也演不了了。那明星大腕儿，那是你姐编的。编。哎呀，姐，你这虚荣心也太强大了。啊，你这么编，你让我姐夫怎么出门见人？你还是我亲姐夫。行了，我算看明白了。姐夫，这回我帮你啊，没人跟你演，我跟你演啊。瞅啥呀？不就《鹬蚌记》吗？这戏我看过，动画片小时候都看过。里头有这个水鸟、老人，还有大嘎了。实在不行，我演一海带。你看，这事儿简单。简单？嗯，简单吗？一个演员为了一个角色，背后付出多少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别说我现在是一个小配角，就算有一天我成了腕儿，你看那些公众人物，他们连超市、游乐场这些人多的地方都不敢去，想找个能充分信任的人都难。有些时候他们的生活还不如老百姓过得自在呢。什么叫演员？那是面对多少人的骂他得笑，想让别人笑他得哭的职业。简单，今天我就让你俩看看什么是简单。上课。棒儿，棒儿，泥中长，不生首尾没四角，身披一件翻薄衣，七色霞彩怀中抱，人取其珠不知哭，鸟食其肉不会叫，不求今生与蝶舞。两片寒声笑海潮。姐夫，我明白了，谁都不容易啊。老公，咱以后不转弯了。对，不装了，咱卖海鲜去。